林恩迪，只要他的经验值慢慢累积了，他绝对有第四节这个能量可以发挥的时刻。张忠宪来一个两分，先打开啊，还不晚啊，还不晚。对方也很快的回进了一个两分球，张忠宪连续得手。三分线外的张忠宪再一个，连得七分啊！哇，连续三颗外线。